好开心啊。哎，你怎么高兴成这样啊？我检查过了，两次都有红线啊。你看，你是说检验出来红色两条线就代表？哎呦，我都这么老了，怎么可能嘛？不然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你跟别人有的？不是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说啊，我快60了，你40几的，两个人加起来都100来岁了，哪有可能会孙嘛？我都验孕2次了，都有2条红线哎，这个真的会准吗？不然你到底是要生还是不生嘛？这不是要孙跟不孙的问题啊，你都还没有去妇产科检查，说不定呢、这检查出来是假性怀孕，还是可能啊你更年期到了。哎呀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啦。这个啊不一定会准啦、那万一真的准呢？等检查完再说吧。哎呀，讨厌！